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它跟冲浪有关嘛，而且我其实从小特别喜欢大海，然后对于运动也是特别喜欢，但是冲浪呢，其实说真的还是从来没接触过。我有去学过冲浪一点点，我至今还没站在过冲浪板上。其实冲浪是我就是一定要做的事情，是在我那个人生的必备清单里面是有的，所以我觉得哎，可以有这个节目来帮我完成这个愿望，还挺好的。哇，终于可以下海了！哇，哇塞！哇塞！期待这一天很久了。今天要上去了，你特别激动。不走了，我来不及了。行。我觉得我肯定能站起来，对对，就肯定能站起来。我觉得是能站起来的。结束，如果我能穿梭的话，我就已经很开心了。但是能站起来，然后简单来回滑一下，我觉得如果七天之内能做到就蛮好的。就是在浪圈里穿梭一下吧。这个是有点不真实，但是你说如果说站在浪板上被浪推到岸边，我觉得还是有可能。本来我是觉得我是应该最快学会的，但听说韩东君哥跟韩黄轩哥他们很早就过来学了，对吧？所以我觉得那现在也不知道了。来，准备啊，准备，起！耶！大家好牛啊！你是海的儿子，你懂吗？我理想中的这个冲浪店的样子应该就是琳琅满目的这个就是这些板子，然后各种颜色的服饰，就是越花哨越好，因为我觉得这种户外运动加上大海一定要特别鲜艳的颜色。对，就是很从容，然后早上起来，然后先就不刷牙不洗脸，要冲着大海发呆，喝点蜂蜜水，然后再去缓缓的把自己收拾得美美的，然后坐到店里，就像那种包租婆一样坐在那儿等客来，然后收钱。我希望每天能有时间跑跑步健身，然后我也希望每天能有时间阅读。轩哥看起来就像是很佛的人，不会说我为了就要一直拼命的赚钱，我觉得就是开心的玩就行了，应该不会想着拼命赚钱。想想都很幸福。吃惯吗？谢谢哥。你们会冲浪吗？我们也不会啊。我完全不会，我就在那个室内的那个冲浪，就是模拟那个冲浪上面试过几次。我也是，把我摔的呀，好惨。对，摔秃噜皮了，摔秃噜皮，摔秃噜皮了。咱们现在来这么早，有浪吗？没浪。那来这么早干嘛呀？我们要开店呀。要开。差不多就行。咱们都是这种想法。对，当然。早睡晚起。早睡晚起。我带你转一圈。行。贼凉快，我跟你讲，进来就不想走了。这也太凉快了。哇，还挺爽。这不就是给两个人一起住的吗？对，是吧？坐会儿吧，咱们在这儿。对，咱们在这儿。我也觉得咱们在这儿太舒服了。这是你哪年？我18，刚18。啊？我18岁在干嘛？我想想，是在跳舞，在团里的是吧？没，我还在中专呢。哦，我还在跳舞。我18岁在餐馆打工呢，国外。对，在国外那时候读书，然后在餐馆打工，挺有意思。形形色色的人都能见到，为演员打下的，为演员打下的，为演员打下的这个基础。我们上第一堂课不就是观察人物、观察生活？是。但是冲浪，我觉得运动方面，反正还是就是人都比较纯粹，比较简单。对对，反正我觉得任何运动就是胆大心细吧。对，就是首先放松警惕。对，不要放松警惕。对，运动还是得有敬畏之心的，不然你得操控住它，不能让它操控你。
Hello Hello， 嗨，你怎么这么多？不是，这不是我的，就只有我一个。Hello Justin， 我们人是不是到齐了？到齐之后是不是得给我们点那个什么？我们该干嘛了？给我们点钱。哎，咱们这样，咱们先把那个住的地方咱们安排安顿一下，怎么样？行啊，走啊，那就刚好一人一间嘛。我家不家，我是女生，我一间，然后你们三个男生一间。哇，剩下那两间呢？剩下两间租出去啊。啊，你这商业头脑啊，我跟你说。对，咱们要不手心手背啊，可以。第一个出来的人就是第一间。行，好，手心手背。哎呀，黄经理第一间。手心手背。第二间。哎呀，手心手。手心手背，你俩喊着手心手背，一个出十的，你俩比较有心机是吧？过分啊！我觉得让他在第三间，咱们两边有假的，可以。其实我内心也是有点怕在头里。那我好好周到周到，黄总周到。你们感觉怎么样？我就是敏感，我比较对容易过敏。哦，是啊，对，你对皮肤属于敏，那你太阳晒的话容易就是。那就可能还好。我一出汗我就过敏。那完了，咱们都属于豆腐男孩和女孩。你们对吃的有什么过敏的吗？没有。我对瓜子过敏，对香蕉过敏。真的假的？不知道为什么。对，原先也吃没事，后来有一次突然吃那个香蕉。那现在能吃香蕉吗？现在不能。你吃了香蕉会怎么样？哎呦，对，变身了，就是整个变身，你会认不出来是我。真的假的？对，香蕉真的，然后瓜子也是第一次听，不知道为什么。你测过你的过敏源吗？测过，说就是什么艾草之类过敏，但是就没有任何这些，但我就是吃香蕉就会苍起来上，苍到就眼睛剩一条缝啊！那可千万要注意这个事情，咱们因为这边香蕉应该很多。那你就是香蕉类的任何形式都不行。特别有趣的是，香蕉干我都能吃，就是那种湿的不行。对，湿的香蕉，新鲜的对不起，湿的香蕉。你这个比喻有点干，是有点干。新鲜的香蕉，对，吃完我就，然后瓜子，其他的没什么事儿。这是草坪上，你像这么空旷，其实是可以有一些什么沙滩球那些，是啊，哥，对那些玩的这种东西。买两个足球框在这儿。对对对，买俩小足球框啊，高级真皮，然后梅西限量款签名足球，梅西、C 罗。联合签名款足球，两个，是，多要点，咱一人带过去一个，五个，可以，没，嘿，退，嘿，退，我们以后就在这儿，我们好接球了，嘿，射门，一个转身，超车。射门，飞飞，一个转身，超车，进了，啊！我们继续研究一下，我们需要准备什么吧。行。Boom shakalaka, boom shakalaka, boom shakalaka, boom shakalaka。你是带我去看流星雨洒落在地球上是吗？带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让你的泪留在我肩膀。哎，这真凉快，太阳下去了之后，因为它可能下午了，太阳到那边去。对，一有风。上午太阳在这边，下午太阳到那边去。我坐在这儿差点没烫死我。这是不是就给做了？对，我觉得到了下午，下午。烫猪。烫猪。烫猪。What？ 烫猪。好期待啊！等一下就可以下水了。Swimming。我其实每天都冲啊，真的吗？所以你会网上冲吗？
这轮我输了，我承认，好吗 ？OK 你知道一块玻璃从20楼掉下来，他想跟你说啥吗？一块玻璃从20楼掉下来，那他想跟你说什么吗？不知道。他想跟你说晚安。嗯？为什么？因为我碎了。佩服佩服佩服！我28岁，你18岁。我觉得我们两个已经形成了代沟。你知道为什么？嗯。美国队长可以拿起雷神的锤子吗？为什么？美式拿铁。哇塞！棒啊，这个。Justin， 我怎么觉得我坐在这儿听你讲这些，是个极大的错误？我觉得验证了我像一个傻子。自信一点，不是就像，把像字去掉。傻子。哎，我被Justin耍了，我被Justin套路了。过分，看来我要补补课了。希望大家给我留言，在我微博下留言，给我留一些可以战胜他的话，谢谢。哎呀，确实是东西看着有点单调啊，是吧？哎，这儿还有一个东西，这你重量的话没有裤夹的，啊，对吧？咱们要不写上？哦，哦对，那个夹腿的那个东西没有吧？你说脚绳吗？啊，脚绳，哦，脚绳那脚绳那裤夹是什么？哥，就是我们夹这个是展示这个冲浪裤，挂在那儿的。哦，哦，拿衣架撑就行。哦，他那有，拿衣架直接撑，衣架这儿，嗯，音响和电视，音响电视，对，就这这里，物品差不多，物品够了，从实用性来说已经解决了，嗯，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哎，投影仪，哎，小投影了，当当当当，还有 DG， 对，有麦克，这肯定是没问题的吧？这面是，这可以，我试一下哈。啊，你没有插、啊。声音小点。啊！开始啦！终于有电的感觉了，爽哎！来，三把，还是那个 reggae。在这里好好呀，我好迫不及待要赚钱呀！哎，我们可以自拍一张。行，来啊，我们带着这个后面那个 logo 来拍一张。来来来，高。哎 ，OK， 1、2、3。好可爱呀、啊，我们。可以。棒。很开心。我们是 F5组合。F5。哎，我觉得我们应该起一个这个团的，那个。夏日冲浪店吗？叫什么 ？X5 夏 X5 吓死我！吓死我！我们的团队的首号就是 X5。X5。有客人来了以后，我们要这样招呼客人。对，嘿、hey, ，欢迎光临。想喝什么？夏日。Alcohol or no alcohol？ 他问我你们有毒啊？一直对我这样子，不来了。哇哇哇！什么？好想开啊！哦，这个底下好牛啊！是不是新给我们拿来的？这我看着一直在那放的一个东西。啊！太牛了！我真的要是能开这个，我真的太开心了。哦，我刚才看到了，没以为它能开。它是，我忘记它是软的。能拉出来吗？能拉出来，能拉出来，应该可以。我哎，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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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它踩出来，把它踩出来，动了，动了。朋友们，我进来了。哇塞，牛！是这个吗？这是开关。
它没有一个发动的滋滋滋滋滋的那种啊。教练，店长，哎，它没电，我们都进去了，启动不了是吗？对啊，我也没玩过。哦，等一下，等一下，慢点，等一下。你们注意安全。你俩是，完了，没事，没关系，你别，没关系，正一下，你先上来，哎，对，我自己让他自己发力，没问题的。你上来，漂亮。哎呀，等一下，我怎么到里面去？我给你推一推，你让 Justin 上来吧。对啊，慢点啊。哦，饭来了，来了，端菜来喽！我好饿啊，饿炸了。Hello, Bieber。Bieber。Hey, Bieber， 你怎么了？冲完浪怎么感觉你有点忧郁 ？Bieber 太累了，今天是吧？对，今天太热了。嗯。哇，柿子鸡蛋，哎，炒鸡蛋，怎么办？我感觉受不了了。好饿，我都吞口水了。哎呀，别瘦了，我跟你说，能吃是福。吃饭不积极，脑子有问题。好嘞，有人来给大家倒点饮料，好。好，我喝饮料，我不喝这汤。嗯。哦。哎呦，我对不起你。来，咱们一起喝一杯啊！首先，真的是特别高兴，我们能在这里能相聚在一起，而且。经过一天，大家度过的都非常的开心。好，来，干杯！谢谢三位教练带我们。哇，来，赶紧吃饭呗！吃。太饿了。先喝点汤。喝点汤，这样瘦。不是有句老话说“饭前一口汤，到老不受伤”吗？饭后百步走，活到99。今天玩的时候感觉怎么样？很开心。没想到能站起来第一次。我也没有想到。其实我一开始真的有点对你担心，因为你开始把自己保护得太好了。惜命。对。但比想的要安全好多啊！对，我也以为很危险。但其实超级安全了。这个海域可以安全，可以危险，这取决于在什么样的情况。像今天这样的浪是属于非常非常安全的，但是并不代表它永远都会这个样子。是的。所以说，我们能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第一天在这么安全的状态下体验，是真的是很棒的。很厉害。所有这么优秀的教练保护我们，好有安全感。我有这么优秀的学员也很开心。张姐，你也太厉害了，真的让我们大吃一惊啊！主要教练点教的好。咱们今天应该这样，把 Justin 今天的这个呢，弄作是第四天的。我是第一天的，我第二天。乔欣是第二天的，轩哥第三天，教完四天就能让你自己炒浪，你知道这个？我们这是一个，这是真好的一个卖点，一个卖点。嗯、对，这活广告这是。对，真的，我们。看一下今天你们在冲浪板上的英姿好不好？去哪儿看？哎呀，哎呀！今天我们在岸上录了一些你们的小短片。哎，你们要吃水果吗？完了，肯定很丑啊！我也觉得。好期待！来，这是第一道浪 ，Justin 的啥？哎，是谁啊？这是我，就是你。哇，自己抓到那个浪。哇，这有点帅，这个帅，这个帅，这个帅。哇哦，哇，后面还有一个。对，这是大熊。可以啊，这个。哎，你看大熊教练起来以后就切了一个斜线。嗯。哦。Justin 有个。我看过好几次，有个问题就是每次起跳的时候老是踩到一边。厉害就倒了。这是我第一道。嗯，对。哇塞，其实很好。对啊。
但就上半身有点弯曲，就是对，就晃的一点太多了。我那时候还完全是不可相信我站起来了，什么情况？对，来继续往下。哦，够够够，很潇洒呀，我感觉站在板上，感觉轩哥这个头在使劲儿。再往前点儿，再往前一点。明天我也试试这动作。那你站着就巨靠后，然后板头翘得巨高。首先，你就是起身的位置就已经太靠后了。你一旦起身位置起好了，你就能冲得很远。嗯，越靠近板尾，你稍微晃动一下，你的板头方向移动的就会越灵活。对，就像我们那个叉车似的，为什么它移动特别灵活？它那个转向轮在后面，屁股特别容易摆。叉车。对。哎，这是我。哦，这是我。这是我冲的一个。哦，对不起，误会了。哎呀，真是一个。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说早了。美好的事物总想往自己身上揽，你说这事儿闹的。哎。哇！太险了，就我。这个起身就起得特别好，起身没有什么多余的动作。夸了，看啊，被店长夸了。哦，哎呀，站起来！那个好高兴的。哦，这是撞的那个。看，撞了，撞了，撞了！这是撞了都没撞到。我俩撞了没撞翻？我俩彼此 hold 住了。哎呀，是教练俩扶我俩，是不是？你离得那么远，你看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过去的，然后我怕把他给一下撞翻，所以我就抓住了他，你知道吗？这个叫什么叫 party time 吗？对， party wave， party wave， 啊，大家一起。我多么想参加这场聚会啊！我只能在后面看你们远去，你知道。我也不知道，反正今天滑的时候是那个总是碰不着浪。大熊老师说我特别逗，说我是定海神针。定海神针，不好意思。有点定海神针的，是吧？还没明白什么意思，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后来我终于非常完美的诠释了这个词，对，只要我一趴上板儿，没浪就没浪，然后我就特别焦急的去看你们那边，哎，你们那边这个浪都还可以啊。然后我说那走走走，去那边，到那边又没浪，然后你们那边又有浪。那我们就你们也哟，那我们就你们也哟。今天晚上睡着，今天晚上睡着起来了。那我们把东西收拾一下 ，OK， 耶、yeah。杯子是不是咱们就放咱们那个水吧？放给我。那我们换衣服。在哪里啊？哎呀，你醒了！我都睡了一觉了，还说给你拍一张照呢。你没醒？来，直接给你拍张照，跟你心爱的小船在一起。来了。这个你能玩得了？小时候玩的吗？哇，他好厉害，他好厉害，他好厉害！哇，完全不行啊！哇，你这一个招都没出来，你这个是。哎呀妈！K
哇塞！哇！感觉左腿是真的疼，可能左腿没有这么锻炼过。你为什么流口水呢？因为一直在感叹，你知道吗 ？OK， 他已经按到被我按到流口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流口水啊？感觉很不错的样子。对啊，你要试试看吗？我想玩一会儿。你试一下吧。你坐。哪里酸？这手臂，还有肩膀。但你的肩膀没有肉。没有肉也有肌肉啊。哎，我感觉我身上的肉都在抖。哇，真的好痛。哎呦，这个劲儿是不是太大了？好痒啊，我耳朵！好痒啊，我耳朵！好痒啊，我耳朵！为什么耳朵痒？你要放松。把我的肌肉整。对。啊，好痛！慢，我觉得这已经是最小的一档。好爽，我自己搞。对，你自己来。你还是要把它按在一个你最酸的部位，然后稍微用一点力气，因为它可以深度放松那个肌肉深层的那个酸痛感。最酸的地方。对。然后你稍微用点力往下压，然后你慢慢过了这个酸劲儿，就是你受不了的那个感觉就好了，就好。嗯，你自己在这玩，玩好了你告诉我，我来收就好。我去试试这个板。咚。哎，练平衡那个板怎么没了？我在这儿，这个我觉得有点危险。对，你需要我帮你吗？还好啊。慢。你今天还练健身吗？可以啊，可以练练。咱俩怎么练？我们徒手呗。我觉得这个对冲浪应该有帮助。It was a teenage wedding and the old folks wished well. You could see that Pierre did truly love the mademoiselle. And now the young monsieur and madame have run the jewel. Wow. 哦，这个很练，星哥，你看我已经大汗淋漓了。行啊你，你都出汗了，你真能耍。是啊。就是这个很练，很练。我搞这个我能行吗？你试试看。不行啊，可是我有点没劲儿，你知道吧？你往两边踩，越多越好。你先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不会，不会，不会。慢点，你先找好。毫无任何。抬头。我能不能？我可否把它？腰部用力，后腰用力。等会儿，我为什么冲浪能站起来？这真的是个奇迹，就我这个运动细菌。对，腰用力，不要撅屁股，不要撅屁股。腰，我的腰在哪儿？差一点，差一点，对。哎，你会搞这个吗？我刚试了一下，有点难。他刚刚把着我了，但我还。我想想我要做点什么。你想练什么我可以带你做。我们练练俯卧。这其实是一个好的健身地方。对。来，准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看我身上已经出了这么多汗。
太惬意了。焦鑫，难道你不要练一下吗？我这么瘦。Excuse me。我来了，我来了。把秤拿来。把秤拿来。不用了。Justin， 要不要过来 ？Justin， 我们来健身吧。健身。东军小课堂。东军小课堂。天哪，我有头大。来吧。来，我们第一个动作，躺下，屈膝，双手伸直，然后摸脚踝啊。那脚踝有点远，离我。你把腿往回收一点。对对。来，准备，三二一，一，二，要用自己的腹肌、腹部去带动。一，二，三，四。我出汗了。你们的烤肉什么时候来？好吃懒做，我本人做啥啥不行，吃饭第一名。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浪人。我想当浪人。我也想当浪人。这动作浪吗？这个动作很浪。来，给你们放点歌吧。来，我们的娱乐总监放歌了，给你们放一首我最喜欢的歌。什么歌？你听了你就知道了。你要随这个歌编一下舞蹈，看跟我们的今天那个电舞可不可以？对对对对对。哇哦！这个毛巾借我一下，这个毛巾借我一下。我在后面，这是你的背景。哎呀哎呀哎呀，很陶醉。跳啊，我给你当背景音乐。太尴尬了我。在你的想象中，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夏日冲浪店？什么样的夏日冲浪店？普通正常的夏日冲浪店吧，我也不知道。冲浪店啊，就卖泳衣啊，卖冲浪板啊，这种吧，应该。那在夏日冲浪店有想做的事情吗？我有，我想骑海上摩托。那为这次来冲浪有做一些准备吗？没有。带来的行李中有什么特别的物品吗？短裤吧，短裤算了，因为我也不爱戴墨镜。哦，那海边会很晒耶。对，我不太爱戴墨镜。会怕晒黑吗？不怕，不怕。你觉得常驻的店员会怎么安排你在冲浪店的工作？看给我干嘛吧，给我干嘛我就干嘛。那你有想过觉得自己能承担什么工作吗？我就当水吧那边的吧，服务员，我可以上上菜什么的。水吧是你有自己，比如说会调什么饮料或者？不会。就是上菜。对，上菜，简单的，最简单的。你有想象在海边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吗？就是你之前有没有过海边生活的经验？生活，烧烤。哎，朋友，新疆烤羊肉吃不吃啊？我这种应该是海边生活吧。你喜欢这样的生活吗？还行吧。你觉得自己学冲浪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因为我有滑板基础嘛，然后冲浪，然后滑雪我也会滑，应该不会很慢吧？一堂课能站起来吗？不知道，我不知道哎，得试试。对夏日的印象是什么？炎热。用一个词形容里面。简单，帅气。冲浪和滑板感觉。因为我没有体验过冲浪，
所以我不知道哪个更好玩。形容一下目前自己的冲浪实力。零跟零。这么自信啊？就下去。如果晒黑了怎么办？晒黑了很好啊，有工作需要。对海边印象最深刻的一段记忆是什么？我去海边比较少，所以，哎，之前有工作就是骑摩托吧，可能是。如果荒岛求生只能带三样东西，你选哪三样？打火机，然后还有刀。如果在店里面让你点一道菜，最想吃什么？我对面食感兴趣，对面食吧。给自己立一个这次想完成的 flag 呢？就站起来吧，从冲浪板上。还有什么能高难度的吗？那是管浪，那个是非常大声的。然后管浪，我们得去比较远的海域吧，对吧？我们不是在岸边冲吗？岸边冲能冲得起来吗？就那一小一下就没哈，就粘一下。KO。这样看浪。啊。就是。那所以说不是深海域浪会比较大一点吗？但是你出水，你觉得你就能去深海域吗？最少那样会好玩一点吧？你在小浪冲个什么意思？这里面是吧？哎呦！Hello！欢迎！你不要那么客气，其实今天真的是第一次我跟网友见面，我们两个真的当了好久网友。我们聊乐高啊，我们聊乐高，聊机车，然后聊赛车这些东西聊了很久，然后一直没有机会见到。感谢节目组，网友见面真的，欢迎欢迎。所以你滑板有滑多久？六个月差不多。六个月，对。刚刚试的那个小板，我还觉得挺有意思的，那个比较稳。像这种，你看就是它的轮子特别小，你可以试，就感觉完全不一样。好啊。我就到此为止了，坡不行了。哇哦！看人家，哇，帅帅帅帅帅！Justin 现在他刚学的。Justin 上一个。突然觉得我们弱爆了，不要带我们啊！突然觉得你弱爆了，我带你参观去吧。这是 Justin 的房间，能进吗？能进。都是一样的，就特别简单。这是乔欣的房间，这是韩东君的，这是我的房间，然后这边就是租赁这个冲浪板的地方。你们都已经滑过了，大概滑了两个小时，但是都还挺过瘾的，所有人都能在浪上站起来。哇，你明天应该也可以有机会试一下。这就是有个水吧，我们今天刚收拾出来，然后我们每天在这儿吃饭。走，我们去外边。接着吃，走 ，Let's go。谁要的帐篷？我要的。帐篷准备好了。啊，懂了，我住，我住。哼，咱们公平点，咱们玩游戏。玩游戏吧，谁输了谁住帐篷。OK。所以我们玩什么游戏？就这个最简单的。
啊、哦，我知道这个，不能让别人说做出那个干的事情，对不对？啊，头上贴个词，比如说问问题，但我自己不知道嘛，你就要让我做这个事情。那我可以说吗？你不能说出来，就你要让我去做这个事情。如果我做了，我就输了。来吧。哦，我们要不要就是手心手背直接分配算了？你说分配住吗？啊，没事没事，玩玩，他们就想我们玩游戏。不是，就是。嗯，要不我们分配一下吧？那也可以，那分配一下也可以。手心手背吗？嗯，来来来吧，来手心手背吧。等一下，我有种不祥的预感。不行，不可以。不行，不可以，我不手心手背，谁手心手背？你是什么？我看一下。啊。啊。香哥，你耳朵上有个蚊子。你耳朵上有个蚊子。香哥，你耳朵上有个蚊子。好，走了。不是，我都不知道现在在干嘛。就是我们要让对方去做这个牌上的事情就输了，谁先做这个事儿，一次就输了，一次就输了呀。哎呀 ，You lose。一次就好，我想带你天荒地老，在没有人的帐篷里我开怀大笑。You lose。 哎，等一下，等一下，你看你自己，你看你自己，你看你自己。对啊，掌心向上啊。啊？我怎么了？我你掌心向上，什么时候我握上之后就这样了？哇，那一定是我先握上了嘛？不是，还没有握上，中间还有空隙。等一下，你先肯定是我先握上你之后，你才能帮我，你才能帮我掌。来来来，你看你再慢动作回放。哎，来来来，看不看着？慢动作。你好狡猾。看看看不看着？绝对是我先握，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那同归于尽，同归于尽。现在好像大家说什么都好像是计谋。对。一波，你的包在哪儿啊？包在哪儿？包在哪儿 ？You lose。好了，你已经中了，中招了。我非常自然的让他回了个头。啊？是吗？转过头。让他回了个头。哦，哇，转过头。你怎么让他转过头的？他说我的包在哪儿？对吗？正反。再反过来。哎，姐姐姐，帮我拿下，帮我拿下，欣姐欣姐，帮我拿下，我掉了，我不是，我是说真的，我掉了，我掉了，我掉了，掉上了，我没看到，你自己哈一下，你撩你撩你撩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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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You lose， 第二次 ，Second time。我们要把这桌子往那边抬一点吧，方向吗？好，你说，哎，你说。You lose。 Yeah！ 你舍得？哎，那我们这是不是得改掉啊？一博来了，我们是不是得改成？输了。你干嘛？你好烦啊！哎，输了，又输了 ，yes， 又输了 ，yes，yes。我把这桌子往那边抬一点吧。
一博来了，我们是不是得改成 ？Yes， 这个黑子不得了啊！你输了，没牌了。我夸自己，这太难了，太难了，对啊。好，你们都可以放松警惕了。今天晚上我来住帐篷，好不好？哎，东哥，我跟你睡吧。没有，咱没关系。一博说要跟我一起睡，我太开心了。我跟他睡吧。一博哥，但是东君他有个习惯，就打呼噜特别响。我有耳塞，我给自己戴上。你给自己戴上，你给我戴上吧。我给你戴上。哎，对不起，对，你说这错误百出的，对。那我们明天要冲早浪吗？各位。我们随机，然后想去就去，不想去就睡觉。OK， 今天比较晚了，可以。坐。我以前是每次去见导演啊、见组之前啊，喝点，因为我去了不知道说什么，我喝完觉得话好像打开了，然后就为了避免尴尬，就感觉能融入。嗯，然后哇，你这好贱，好热，好热。是我刚开了空调，因为我之前没开。你是睡哪阶段？我是这么睡。哦，好。对，我昨天也想这么睡来着，我觉得那么睡床有点短。坐，我坐这儿吧。你坐。哇，这还有摄像机，被我挡死死了吧？你怎么转也转不出我的宽阔的后背。你要拍谁？你们俩干嘛要那么客气？碰杯子都快碰到地上去了，我跟你讲。咱们俩以后这样。对，你们。对。这样我们就不用这样。你不喝，我去给你们俩。你是洛阳人？对，我是洛阳人。洛阳我没去，我特别想去白马寺和那个石窟。龙门石窟。你是不是还有点喜欢独处？其实我不是很喜欢独处。我特别喜欢独处，因为咱们的性格都不是特别的外向。对，然后有时候我容易特别拘谨，我容易害羞，我容易不说话。晚上也不想回家，不想回酒店，然后坐在路边，也没人理你，也没人管你，没人认识你，就是爽。这种自由跟舒服的感觉，坐在街边上。而且我觉得演员是其实特别孤独，你进到剧组虽然上百人，但是你回到房间就是对，回到房间就感觉房间特别空空的感觉。这几年你就想好好工作吧。欢迎光临，里边请。男宾一位。这不是搓澡。一博会做什么菜？我会做手抓饼，但是得买好饼。我拍照可牛了，这特别好，这个景就你不好，你坐在这儿就不要衬托后面的景。你求求我。一博在玩滑板了，已经。好牛啊，他可以从上面滑下来。可以的。你会玩吗？来一把。哎。认真了，操作。一二三，耶！快点，快点！啊哈！呜呼！呜呼！在海上的话，你想怎么骑怎么骑，想怎么开网想哪开，就没有约束感的那种飙的感觉，太爽了。
感谢收看爱奇艺农夫山泉 TUD 气泡饮夏日冲浪店，解锁百种追踪方式，你的私人定制尽在爱奇艺综艺。夏日宅家大屏冲浪，就用奇异果 TV 看夏日冲浪店，上爱奇艺娱乐解锁更多独家幕后娱乐消息，发现你的热爱，解锁你的潮流运动因子，尽在爱奇艺体育。智能语音操作，看视频看直播更省钱，投屏就用电视果，爱奇艺专属流量，随时随地想看随意。关注微信公众号爱奇艺综艺小合集，赢夏日冲浪店精美周边，上微博参与夏日冲浪店话题互动，和爱豆一起浪起来，无限音浪都好听，上云听越听越好听。百度搜索夏日冲浪店，观看更多精彩内容，上百度百科看秒懂百科，快速 get 夏日冲浪店精彩内容，打开新浪新闻客户端邀你观看更多精彩内容，界面新闻提供知识与价值，给每一个为了美好生活奋斗的人，上圈内人都在看的艺人数据 APP， 方进科学冲浪数据吃瓜，下载去哪旅行 APP， get 明星同款浪漫路线，搜狗输入法智能汪仔，摸摸头做你的聊天好帮手，来鱼罐头看有趣明星专访，一罐创意罐罐惊喜。感谢新浪娱乐、百度 APP、 新浪新闻客户端、网易新闻客户端、界面新闻客户端、凤凰新闻客户端、江西新闻客户端、 Zucker、 百度百科、百度地图、强力资讯、时尚 Cosmo、 小红城专研、方进去哪旅行、 Award、 爱上海、鱼罐头、风小仙、好看视频、全民小视频、闪萌、超级星万团、天翼视讯、通明传媒、中华万年历、西万九 APP、 西鸟公考、乐童音乐、十七 APP、 巨桃、茄子日报、茄子悬赏、影视头条、搜狗输入法、 QQ 超级粉丝团、同城艺龙、智娱 APP、 环太娱乐、小白娱乐、小鱼、星娱网、成果娱乐、猫扑娱乐 APP、 火星小说、火星女频、房天下、快过户、月头条、猎聘、动图宇宙、狼人杀、饭娱乐、飞墨 APP、 眼客 APP、 金家 APP、 谈资、永乐票务、驴火娱乐、咸鸭蛋生活、模范生、有戏 APP、 方糖 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